在243与负一之间插入四个数，让它变成一个等比数列。那么插入的数第三个数为何呢？好，243还有负一，我们中间插入四格数，所以我们的243就是 A1。 好，那插入的数呢就是 A2 A3 A4 A5， 那我们的负一呢就是 A6。 整个六个数呢是一个等比数列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6 是 A1 乘上 R 的 N 减1次方，所以6减1就是5。我们把 A6 跟 A1 带进来， A6 是负 1，A1 呢是243，好，再乘上 R 的5次方，所以 R 的5次方就等于243分之负 1。 好，243是谁的5次方？好，是3的5次方，所以我们就写成三分之一，但是因为它有一个负号，好，那经过五次方之后还是负的，所以本身 R 呢就是等于负的三分之一。那我们现在要求的是插入的第三个数，所以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我们要的是 A4 这个数。好， A4 呢就等于 A1 乘上 R 的 N 减1次方，首项是243，那我们的公比呢是负三分之一，次方呢是三次方。好，负一经过三次方还是负的，那243呢是三的五次方，三的五次跟三的三次约分之后就剩下两次，所以就是负的三的平方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数呢就等于负9。